个人生命的突破呢，如果各位今年还是在一些问题里面走不出来，但是还是走来到教会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来教会也很辛苦被拉扯哦。我先讲不容易，因为这个末世时代是这样的文化风气，但是你心里面也很内疚，为什么每次主日一有事情，我第一个就是放弃主日，然后去搞家里的事啊，什么事，对不对？或者公司的事。各位，这是你我都面对的挑战，不容易啊。如果你还是走不出来的话，现在我们已经到年底了，有新的一个开始，你听到了这个信息，时候将到。为什么主继续把越来越实际的信息要给，就是要唤醒人， OK， 要唤醒人。所以个人的生命一般上，我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跟从主，很多的理由，但是主要的是什么？因为你自己要得到的跟主要给你的不一样，有分歧。我想得的，我的事业，我的侍奉，我的关系，还是什么很想得的 recognition， 还是你想得，你问问你的心灵，你想得什么，然后一直得不到，一直得不到哦。有些人是想得一个好感，感觉得不到，但是主给你什么，你要多想主给你的是什么，从主给你的来得满足。主，你给我的孩子是这样，就这样，你给我的事业是这样的，我赚这边钱就这样的钱就够好，你给我的教会是这样，就这样，一直到你祷告征战到这个通了，然后你发现你来教会亲近神的心自然会起来。其实我们自己里面有仇敌，你自己要得的跟神要给你的有差距，所以你因那个理想达不到，心里面有挣扎。一句话来讲啊，所以要突破的地方，